就那个拿游戏，就那个张老师的弟弟，他去那个消防队那块儿，他看儿子很近视，老师说哪儿的弟弟，不是你就是给我看这个耳朵，你看他有那眼镜子上，你看我这耳朵这儿那车油门儿，他们说，他看他哎，他说你得找人凑合一下，俺们不敢弄这。对他们没要。他说你得这回要软化了以后一凑给凑合的，你这个影响听力啊。不可我说我不可能，我说就是成天也跟你说话，我听不见。你寻思那么大一块？这个应该是人家说多积累的。对，这最少得5-6年以上吧。你看时间短了，形成不这样。那天说耳朵这油门那些后什么的，耳朵拢不的，牙变下耳钉。我跟你看，又一块。哦，吃一块，这又一块。哦，这还是。都满了。要不咱就没了。背满了。这不得得背呢，也挺了呢。底下你看着，看着叫。装修了。对，我装修了。先套上了吧。外边好像还有一个人，你吃哈。第一。还有啥人呀？还有一个，外边还有一个，这个大姨这个马上都整好了。等10多分钟的。行。你要没处坐，你就在车上坐会儿。行。我要不就干什么钱儿的来吧。行，你提前给我打微信哈。行。等10多分钟的好吧。实在是一会儿再来。别说人不是不是这儿有啥事。全都耳朵，听不全耳朵多少有毛病，有的做的保养。耳朵不做保养。医院就麻烦，他得挂号闹线的。在医院了掏，他不给咱俩掏着舒服，这没有疼痛感，那个弄东西给你洗还疼还害怕，咱这个他不疼是吧？哎，我说。越忙越捣乱，习惯了还破了。哦。对，你看你哥都看出来了，这耳朵都该有毛没毛是吧？对。哦。你不说，咱也知道你耳朵有东西。你偷偷的。啊，你看你在，